LV 等级福寿长春茶，农场砸百万做防卫标签。我告诉你实话啊，我们都是假的。那就没事了。如果你花美金外元买了一罐知名茶叶，结果发现是假的，那不气死才怪。拥有这种身价的就是福寿山农场出产的福寿长春茶，因为品质优良，所以被誉为茶叶界的 LV。那我们看到这个茶芽呢，事实上长得相当的健康，最主要呢，它的日夜温差呢比较大，那它的香气呢啊是相当的浓郁持久，而且它的滋味呢相当的甘醇，是台湾的梦幻极品。但因为太梦幻、太稀少了，市场供不应求，不肖业者看准这点，大肆仿冒贩售，没经验的消费者经常上当，也影响福寿长春茶的名声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在我口袋里啊！人的脑袋是有限度的。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，福寿山农场和中华电信合作，砸了百万元研发出拥有三道防护措施的防卫标签，贴在瓶身上。要怎么验明正身呢？首先下载中华防卫云这个 app， 点进去之后照着做，先摸摸看标签有没有类似钞票的立体凸纹。接着扫描标签上的 QR code， 检查一条一条红色的防卫师位置和存档在系统里的图片是否相符。没问题的话，你就能看到商品资讯，代表这是正港福寿长春茶。错误的话，那可千万别购买，免得成为冤大头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来爆料，每月有赏600000，一经录用现报1000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，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万，月冠军再赏20万，你敢爆料，我敢给钱。